是无，我都用言语会当形容的。杨丽英、于子玉婆媳搞笑装扮，画上铁狮玉玲珑妆，要告诉小嘉玲女人言语无法形容的痛。台剧《俗女养成记二》经典片段，让不少观众回味无穷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是妈妈的模范，你一直比我坚强。妈妈在边啊，你唔免惊啊，立夏。你陈嘉玲呢？谢盈萱饰演的陈嘉玲完结篇生产哭到大喊想找妈妈，也让收视飙高。俗女二登上串流平台后，不止风靡台湾，在新加坡、印尼平台也蝉联多月观看排行冠军，现在更再传捷报。你先，又碰见到啦！你来大尿坑，有人无？新加坡亚洲内容大奖公布入围名单，俗女二入围最佳喜剧节目、最佳导演还有最佳女主角等三项大奖，成为台剧大赢家。消息传回台湾，剧组超兴奋，导演严艺文直呼希望通通拿奖。为什么杀了他？一条人命值多少钱？而由郑仁硕、蔡淑臻主演的《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》则入围最佳影片大奖，郑仁硕更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。他也特地发文感谢剧组目前幕后成员。听到这洗脑片头曲，就知道台剧《妈别闹了》要来了。女主角 Billy 唱的完整版终于释出。不仅唱，剧中演技也虏获观众的心。妈别闹了席卷亚洲，日前蝉联香港排行榜前十名共三周，台剧借 OTT 平台上架，国际上好评不断。 TVBS 新闻张家宝、徐云婷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